Good evening. Today is our first day. 我们已经非常顺利的分好房间。现在山珍老师正帮忙孟佳女士跟李三妮女士搬行李到楼上。我们用黑白配的形式决定了谁跟谁住。第四是霞霞子，霞霞子住在我们隔壁。我住在你们隔壁哦。跟静静子，今天她带了吉他，还带了环保那个快，环保快快报。快报，环保，快报，环保那个，环保勺和环保勺快，我是木头的，你是什么木头的？木头，你夹着我的手啊！啊、哦，好 ，sorry， 晚安，姑奶。啊，这什么？这是吗？嗯，先安顿一下。啊，嗯，这我们能吃吗？著名的万茜女士现在背着她的双肩包，嗯，这个包她已经背了好几个月，她从。现在看出来她是一个非常环保的女子，嗯。然后这个是我们著名的洗手间，啊，没有浴缸的，如此可怜。你们看，这是我们的马桶，没有洗，这样更加节省电。嗯，这个毛巾看出来吗？是白色的，嗯，洗过的。万茜女士又带着她的相机。你们别看他在拍照片，其实呢，医生跟他说要活动他的两根手指头，所以他这个相机是用来做那个复健的，就他每天咔嚓咔嚓，可以帮助他的肌肉恢复。谢谢大家，看看我们外面的外景。哇哦 ，paradise， 我们隔壁住着两位，看不看得见？哈哈，偷窥。It's time to talk. 静静子在这里，他们已经准备休息了。哇哦！错一的错一的风筝。咩？三珍哥哥在上面 ，Romeo。哎，我们住在你楼上哎。你住在我楼上。啊、楼上，我脑子不太好。为什么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？就是我这个一直是短路的，不好意思。噔噔噔，房间布置完毕。你看，我为我的小窝窝布置了一些小灯光，有宇宙小灯灯，有床头彩色灯、蜡烛，还有我的狗狗、猫猫们的照片。哎呀，掉下来一个。然后，小天苏懒家族，还有这个有爱心的洗手间门，然后还有来了，还有这个蜡烛。